其实啊，台湾至少在企业界已经以非常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美国的主要的这个招商的一个政策哈。那我觉得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合作的一个管道哈，来这个落实哈，来这个进一步强化我们在区域的一个重要性。那甚至呢，也可以说以此来跟华盛顿换得我们啊这个国家啊比较重要的筹码。